傻妞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早晨到现在，你把人家小卖部的辣条全部都给吃完了，不要再吃了，上火！你看你的嘴巴马上都起泡了，你快别吃了，你都吃100多包了，别管我，把家里的辣条全部都给我拿回来，咱们家的辣条皮儿都被你给舔过，都吃完了。只要你们团结一致，就能打败他的。好，我们团结一致，打败麦德拉女王。